大伙儿抱有这么热烈的掌声，真是让他们刚才那对演员听见了，嗯，不羞愧吗？真怀疑他们凭什么呀？您掌声都是给您的呀？没有没有，大家捧相声都是您的，客气，都是喜欢，都知道。嗯，于老师带着我们这帮小肥肉吧，你听这小肥肉，你怎么那么贱呢？上来呢？不是怎么了？这小肥肉这仨人，您听听，不就有说我们有点胖吗？对，烧饼，嗯，岳哥是，还有我，他这管我们叫骚浪剑组合。对，今天我也是很荣幸，骚浪剑三个人我都给捧哏了。对，你饼哥来说，确实那烧饼确实够骚。咱说良心话，谁是烧饼？都这么叫他吗？你们都这么叫啊？啊，岳哥来说，嗯，那剑那有目共睹的。啊，但我这浪我觉得不够啊。你说是说你浪不够，还是你不够浪啊？我觉得我挺正常的呀，确实啊，现在我跟人家倒是比不了，跟人家那帮刚才那个郭麒麟啊，啊，那小鲜肉啊，那是小帅哥吗？对，那现在什么张云雷、郭麒麟啊，哟，这都小鲜肉，长得好看啊，漂亮，长得帅呀，嗯，像我们这个就不叫小鲜肉了，叫老腊肉，这不您这个肉松。我招你惹你了？你我自己还说我老腊肉，感觉我连老腊肉都不是。我们都腊肉，您肉松了，肉松饼都这个了。行，还能打成饼，还不错。您想想啊，人家都是什么粉丝，年轻小粉丝啊，什么郭麒麟，我爱你。是到您这儿还有这样的吗？哎，你这也有这不开眼的，哎，这帮爱吃肉松的嘛。我跟你说，这来对您现在热情不减的，也就是剩下那帮街边的小粉灯了，依旧对您热情洋溢，然后您还不敢进去，我心有余力不足。谁说我不敢？我没不敢。别胡说八道啊！真是这于老师说，年龄大了，年龄大，但是心态年轻。哎，就主要是心态，真是这样的。对，包括我师傅，嗯，于大爷啊，心态有您。比方说，人家抽烟、喝酒、烫头，嗨，这是一种心态的体现。哦，就是开心。嗯，人活着为了什么呀？是啊，就为了两件事嘛。哎，对不对？一日三餐。嗯，对于很多人来讲，虽然说简单，但是我觉得并不简单。怎么还又不简单了呢？每个人享受生活是不一样的。哦，烫头怎么了？就是我自己，有人说岁数那么大，烫什么头啊？嗯，不要理他们。是吗？叫我师傅来说，嗯，打扮的年年轻轻嘛，是，总穿些名牌，对不对？郭老师，纪梵希，穿他身上就跟贵人鸟一样。啊，没有办法。这长相差一点，你不是小鲜肉了，哦，对不对？这点来说就不一样。但是，不是小鲜肉，我们就要放弃生活吗？也不是啊。你这都说的对。你，那我们的于大爷，于大爷，这个哎，说相声的，你把嘴弄清楚了。哎，到您这儿北京人吗？北京人也不能是于蛋啊，你这。谁说鱼蛋啊？我说鱼蛋，这么儿化音吗？就你就叫名字，直呼其名都可以，对不对？人家到哪儿现在，嗯，玩去，有这个吧？哎，我喜欢玩，对不对？你说养鸟，弄个马，小马场都知道了，嗯，开车，豁沙子，有这个吧？你这么大岁数有这样的吗？我上七里渠了是怎么着？我是豁沙子，到哪儿玩的有没有？沙漠里边越野那叫，平常开那个那是偶尔的越野车，嗯，还有什么豪车叫什么？那叫什么四个字叫傻马拉蒂，有那车吗？玛莎拉蒂，孩子，傻马拉的那是马场，我们那儿的那个。对对对对，啊，玛莎拉的，那是豪车。对对，玛莎拉的，啊，对。怎么老像东北出的这车？不是玛莎拉的吗？玛莎拉蒂，你给他说清楚了不行吗？标志是不是一个叉子？对对对，我一直管这车叫闰土。嗨，
哎呀，你就别胡给起名字了啊！现在人家到这个岁数开这个车，我觉得是身份的一种象征。反正有钱开点好车。但你说小鲜肉现在也开这车，人开那车比我们开着车豪车啊，大街上都是。是吗？到哪儿都有小鲜肉，到哪儿炫富，你看各种豪车。哦，开什么？又今天在门口遇见一位。什么开那种什么车我也不太知道，什么布加迪金杯啊还是什么车、啊、金杯叫什么威龙，布加迪威龙，对对对，车、啊、大老远过来了、啊、声音特别吓、啊、哎呦，这是后边拖着狗呢是怎么着，这车后的声音嗷嗷的、啊、炫富啊，好家伙，过来我瞧不惯这个，你看不了，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、嗯、你要干嘛呀，一咬牙一跺脚，嗨，伸腿绊他，高人呐！您猜怎么着？怎么样呢？差一点腿折了，那就是没绊上。嗯，他没敢压我。哦，从旁边擦脚而过呀，擦脚而过呀。对，正好脚边有个小水坑啊，啪一下，崩了我一身的水。那也是报应，全湿了。哦，全湿了，当时我就发誓了，嗯，等我有钱怎么样，一定买一件雨衣。哎，这嗨，哦，拿雨衣砸法子，您甭管这个啊，我瞧不惯他们、啊、但是我觉得了，人就得人得积极向上，这说的对，人得努力拼搏，是是是，幸福是什么呀、啊、幸福都是自己奋斗出来的，你瞧他懂，对不对，反正到年底了、嗯、别的不敢说，最后一搏、嗯、怎么着，干好了以后叫我张总，咱们迪拜见，干不好叫我张某，咱们法治进行实践。怎么那么瘆得慌啊，你这启示，你要干什么呀，就这么着了，对吧，咱也得努力，咱得，凭什么人家就掌声热烈，哇，呐喊声此起彼伏的呀，啊，到咱这儿很安静啊，对不对，不是，这是大伙儿怜悯，这咱知道啊，就是小鲜肉红这了不起，这咱能明白、啊、不是，不，你呀、啊、这么着啊，你说清楚了，要不你法治进行实践，头天我们不仅在这儿鼓的掌，这个受不了，我们就担不起这责任。您甭担心啊，就是观众鼓掌也是看您面子，我也知道观众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啊，也就是您的爷爷奶奶。对，这种谁说？不是不是，是我的爷爷奶奶，您的衣食父母。你没，这都是衣食父母，对不对？啊，于老师心态年轻啊，这个来说啊，人家到人家到现在不服老。什么小鲜肉，人家不在乎，也没有太老啊，这个一直都是在都在时尚的前线前沿前列前就那儿待着啊，我待在这儿那么骚气吗，这地儿走在时尚的前沿啊，前线都知道于老师好唱歌吧，啊，这都知道吧，喜欢唱啊，哈，你各种平常自个儿总唱，哦，什么我唱歌带捧哏的，我唱歌带捧哏，捧哏捧习惯了，怎么唱啊，自个儿唱也给自个儿捧啊，我要从南走到北，迷路了，还要从白走到黑，还没找着，哎，我要让人们看到我什么呀，嗯，不知道我是谁，还不出名，嗨，我贫不贫呢，我这是不是，以后您要唱啊，我觉得就唱那种啊，唱那种唱那种最起码有捧哏的歌，哪歌有捧哏呢，大雷要下雨雷 哦, 哦，下雨要打伞，你们捧啊，不是，这咱不会，你得教教我，对不对，这个歌来说都简单啊，于老师唱都是那种摇滚、哦、当年人那个年代，人家小鲜肉那年代过来的呀、啊、摇滚范，于老师血液里都是摇滚，都是流淌的叫摇滚的血液，那就是心律不齐呗，那就啊，还啊呢，我那我佩服人家呀， 啊, 啊，唱歌的谁不知道于老师啊，而且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前段时间听的儿歌都是唱于老师的，儿歌还有唱我的吗、啊、我们小时候唱都是跟于老师有关的儿歌，什么歌啊，这么唱的，怎么唱，您听听，哎，好好，笑了笑了、啊、乐一个、啊、乐一个、啊、不是，我还没听过我题材的儿歌，哎呀我的天儿啊，破鞋露脚尖儿，嗨，老师让我交学费呀，我说等聊天儿啊，嗯，没鞋我光脚丫儿啊，嗯，外边飘雪花儿，
邻家小妹瞧见了是眼泪含眼圈儿啊，她是我的心肝儿啊，起名叫小娟儿。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比我胖两圈儿。哎呦，如今她有了钱儿了，给人当小三儿。德云社里说相声的那人叫于谦儿啊。别胡说八道，多好听！好什么？走，不像话，不像话！快，走！去！给他轰回去，给他轰回去！一点溜没有，不正经，上来一点数都没有。不是，您这夸他呢？不挨着，这说您那事儿也不对、啊。哎呵，你看这当时捧你的，不是，这不挨着，这说话上来就没有准词儿，对不对？你像我们这个观众就知道给您上供，对不对？你看见没有？什么叫上供？拿我当死者啊！说的话我都不爱听，我也不爱听。人家这节目也不知道谁给琢磨的，这名字我也讨厌。怎么？这谁统筹谁是？啊，写的什么名字？还有什么小肥肉？那、啊、他们就叫这么叫。我爱听吗？哪儿全是肌肉啊？咱。对不对？那腹肌，那人鱼线，那人鱼线呢？啊，前后的人鱼线啊，哪有这玩意儿人鱼线？后边那叫什么？骨沟线啊、哎！行了，叫什么线也不让看。对不对，说着我就不爱听。嗯，对吗？但虽然说我们德云社，我们也有小鲜肉，是有，逐渐的就走成这个偶像团体了。对对是，对不对？嗯，咱们现在德云社是亚洲最大的传统艺术男子天团。嗯，对不对？他们有这么叫我们洋气啊，对吗？你看我那微博的名字都改了。您改叫什么？烧饼 DYS。 DYS 哎，德云社呀 DYS。 哦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就这么个意思了啊。谁说最骚的？谁说最骚啊？第一骚，他们老说都第一骚也是 DYS 他们。哦哦，那你们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都行嗨。一语双关、哦、怎么理解都可以啊。对，看观众含义了、嗯、对不对啊、哦、当然说实话，我觉着他们说他们是长得漂亮、嗯、咱不恭维。哦，不恭维。哎，确实好看。还不恭维呢？您这个确实好看啊。这好看，关键你看小鲜肉这几个人啊，你哎确实好看。嗯，郭麒麟是，对吧？嗯，那是以后的少东家，确实好看。哎，我们没有一点恭维的意思啊。没有一点没有。是您这，对对啊，也不敢说不好看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个张云雷是多好看啊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敢恭维啊。是吗？说的不好看他生气啊，他气性多大呀，你想想吧。啊，对对，这个可千万不能说，对不对？我不敢气的，我怕我气的我弟咣就下去了。咣就下去了。有这气性还不如说郭麒麟呢，对不对？那算了、啊、以后班都没了。谁别说了，长得再好看有啥用啊？改流氓了，你说是吧？对不对？行，人确实也好看，咱没无话可说。对，但是说实话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发光的地儿。哎，这话没错吧？这话说的。您说于老师在我们德云社没来德云社之前，嗯，一直这么多年不也是碌碌无为吗？你是想捧我吗？不是，就是说您发光的点，是你得找出来你再说呀。你没找出来，你就光说碌碌无为。有、啊，最近有发光点呀、啊。你说这个，您撸狗有吧？撸狗，对不对？回不了家弹狗，咱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人家弹吉他，您弹狗，你说狗也有吉呀、啊？对吧？这弹吉他，你对您撸狗管什么用？对不是，这人拍片儿，就说那意思，您有很多的闪光点，拍电影拍的好吧？哦，哎，谈不到，对不对？小鲜肉比得了吗？没您这个戏足。哦，演戏，对不对？那战狼卖了60多亿啊，对不对？有您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咱就说多新鲜。废话，您不还是在我们这说相声吗？哎，这没什么事儿，你别提这个了，不就完了？你演技大家都看在眼里了吧？啊，你倒说演技呀、啊？有演技吗？你问谁呢？我就说您对自己得有一个评价吧。你先评价一下吧。我没看。哎嗨，
那你跟这废半天话。我支持他，他都60多个亿了。对，愣支持。他还差我这点钱吗？对，那也不给，对不对？啊，就说人家在于老师那个演技，确实人家屈指可数。我就对不对？当然，人家小鲜肉，人不是说光长得好看。哦，人家也努力呀，谁都得努力呀。对，哪个成名的人也不是说上来就成名，哦，对不对？谁也可能不可能。是是，人家长得好看，人家是其次的一个条件。哦哦，这算其中之一。对，啊，我们也稍微说稍微差一点吗？是差一点吗？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不是，我自己长成什么样，我心里没个数吗？对不对？哎，对吧？咱对自己应该有个正确的评价。对，我们家七八有镜子呀。我不像张鹤伦这样的，他都不敢自拍。啊，他不行，不敢正视自己吧？那还是照过镜子。哎，对不对？岳云鹏不 PS 敢发微博吗？哦，那微博都炸了，我跟你说吧。是是是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这还知道家里边知道自己长成什么样。哦，这是开始不好看，我们后天我们努力呀。这好看，这后天怎么努力呀？减减肥呀，让这个五官更明显一点啊。哦，这能一减肥就能明显一点。瘦啊，减肥跟整容一样啊，咱花不起钱整容还减不了肥吗？哦，减肥可以是吗？对呀，咱人家小鲜肉，咱们韩国欧巴不一样。韩国欧巴跟小鲜肉有区别吗？两个区别，对不对？啊，咱这走的路线不一样。您说说有什么区别？起码来说，咱身材好吧？哦，身材好。小鲜肉人家瘦，是我们壮。啊，对，体型，哎，身材好，人家眼睛大，哦，啊，我们眼睛小，这拿有这有点拿着不是当理说了，怎么的？怎么的？人家眼睛大是漂亮，你眼睛小还当长处说呢？怎么的呀？怎么的？他们死了不能瞑目，我怎么都能瞑目。哎，对，你活着就瞑目了。哎，怎么的？怎么的？嗯，我也拉双眼皮了，你啊，没看见，内双，对对对。对对，哦，好家伙，不好拉着的，翻开眼皮拉的，您这，大夫那多收我2倍的价钱，是啊，把我眼球割下来，我跟你说吧，好家伙，哦，那是当然了，我们这腿也长啊，这个倒没大长腿啊，哦，腿长，对不对？脖子以下都是腿，脖子以下都是腿，脖子以下就是腿，腿长，那这就是您的裤衩了吧？感觉。这么说，咱爷俩是同款的裤衩，都是一字裤啊。没有，我腿短，哎，没打脖子分下来。哎，腿长就形容大长腿，韩国欧巴都得有这个。哦，韩国欧巴都是大长腿。哎，大长腿。哦哦。哎，腿长在底下开叉。哦。哎，腿长。哎，韩国欧巴还有吗？哎，当然有了。哦，长得虽然说不好看，但是近看。哎，人小鲜肉都长得差不多啊，都长得漂亮，差不多记不住。脸盲，哦，我们这近看，哎呦，这长成这样啊！就是一看下一辈子。哎，对了，恨死我，对不对？哦，近看，哎，怎么了？再说我们长得不好看，我们有媳妇儿。对啊，这也值得炫吗？哎，怎么的？我们娶了媳妇儿了。你说你长得好看，你有媳妇儿吗？你有对象吗？你敢说吗？这几个孩子他们还真都没对象。你看看郭麒麟到现在连女孩手都没碰过。那我。我兄弟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干一美甲师。老有人摸手。哎，老摸人手。哎，啊啊，那不就我小时候3岁啊，我们边上那小姑娘，嘿，我跟您说吧，行了，不说了，法制进行时间。到这儿了。对，多再说就法制进行时间了。哎，给我们这瘾勾搭上了，您不说了。就说咱有媳妇儿。咱结婚了，等咱有那么句老话说的好吧？啊，好汉无好妻，嗯，赖汉娶娇妻，有这话吧？有这话，还真是老话。怎么的？我们媳妇儿长得也不寒碜呀，对不对？你再说了，怎么哪个好看女的就不能找我们这难看的呀？张旭科都找着景甜了，怎么就不行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差哪儿的吗？这就是当时我们的佼佼者，我的骄傲啊！这个骄傲，对不对？为国骄傲。哪儿找出来的这？就说人家有这个案例。再说我们不好看，我们有先决条件呀，啊。好看的人，我发现都不是特别诚实。怎么不诚实？有女朋友了，嗯，搞对象了，也不敢对外公布，都说自己单身。你瞧我们这有啊，长得贼难看，出去找小姐，说出来都没人信。
对不对？就说我就出去，哎，找小姐去了，没人信，人都承认了，没有人信。你说的我都快按着岳云鹏整容去了，对不对？人就说我不是我找的，洗脸盆找的，你也行。洗脸盆找，洗脸盆找的，好家伙，对不对？你这，你说这头一回听见这个理论。哎，你想想，人就是心态得端正，对不对？又说到心态了。对，你想他们虽然说长得好看，但是我们难看，我们也没有说不高兴啊。那心态要好，要放平。再说了，演员拼的是什么？拼的什么？拼的是演员这个技巧，那基本功嘛。对，我小时候我基本功多扎实啊。他们竟天天描眉画眼的、啊，我呢竟背绕口令，能一样吗？哦，那是不一样，练功嘛。小时候练那喷口绕口令，我背的比谁都多。你练过呀？当然了啊！八百标兵奔北坡，北坡炮兵并排跑，炮兵说北坡的标兵人太多了，咱们跑吧。嗨。怎么的？你这绕口令跟评书一块儿练的吧？怎么的？就六艘，这六艘过了，您这个、哎、就练到什么程度？招魔呀！这玩意儿还招魔呢？招魔，人家小时候人家练啊，瞪着 A4 纸跟这背，不能有唾沫星子。啊，这纸上没有，就仅此而已了。啊，这还不行啊？我怎么练啊？拿着 A4 纸顶着嘴练，每次这喷口，把这个纸得掀起来。有劲儿，喷口吹起来吧，对，嘴皮子有劲。嚯、哦！练到什么程度啊？啊！吃完早上那糊我都不吐，留着干嘛呀？留着啊，防身用。怎么防？谁一欺我，拿这糊当我就钉死他！我跟你说吧，枣糊钉啊！您这哎，就这么厉害。打小您练武，嘟，这么练、哎，就这么厉害，嘴里有劲。那您甭说相声了，怎么了？您搞装修去得了。啊，那钉个三合板儿、标皮板子，嘟，就全钉上了吗？是吧？不是，就您不是您有点烦、哎、讨厌。不是讨厌，您这功夫练，您多危险啊！怎么危险了？耳钉就是自己吹上去的吧？不是，师兄弟对面练功，对不对？八百标兵不？您有点老来俏了，有点。我都没听说过这么练功的。哎，你要不要打一个雕钉儿？我给你打一个。不用。讨厌，不用你这么。这么聊天，咱爷们聊天，我也生气了。我跟你说，哎、生气了。我跟你说，行了、哎，生气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说这个道理是有的，存在的，存不存在？但是不能说这样，这么，对不对？过分了。而且我觉得男人不一定非得靠外表，啊，这个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好看是好看，不好看我们也活下来了。没说出生的时候就掐死呀，那有善良的人这个，感谢护士吧，不，没把我跟胎盘一块扔了就不错了、啊。这个到底正常的活着吗？这应该是心态好，大家都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认为男人不说是长得好看，哦，得有一份担当。太对了，没毛病吧？是的，你长成什么样，你什么小小肥肉啊、老腊肉啊、肉松啊，没用，这是个外号、职称。对我们来说，男人最重要是担当，对，负得起责任。说得好，对不对？照顾好家，哎，家庭、事业，嗯，妻子，哦，我的父母，是，这都得照顾好了，让他们用好的、穿好的，嗯，住最好的，这是男子汉嘛？尽我最大的能力。说得好。不是小鲜肉，好家伙，这骚浪剑呀、啊，实在是说怎么了？嗯，我虽然说我不是小鲜肉，但是呢，但是我骚啊！嗨，哎呦呦呦！过不了，给我的吗？哎呀，你说上来还都有送东西的，这骚亮剑的名字不白得。还让你抱一个呢。哎呦。这是开超市去了，这是
为什么送我育发液？跟你师父商量商量，以后咱这场面桌得变大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怎么这样？我什么时候有这个表情了？啊，行了行了，嗯嗯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哎，今天是封箱啊，我在往那个后头听了好半天了。是吗？他们说的那叫什么呀？那都是。哎呀，我不瞒你说，早我就听不下去了。是不是？可不是吗？没有一个有正形的啊，一句好的都没有。张鹤伦说您什么肉松的好听吗？那都是啊，你就别说了。烧饼说自己长得恶心，是不是？说自己没有人样，是不是？对，是吧？嗯，说自己脑袋以下就是腿。是，他爸爸圆规呀。你怎么找的这东西呀？你是不是道理吧？是不是脑袋以下就是腿？那不是圆规吗？那不是？还说您说您什么？圆规的儿子上来了吧？你就再说有洗脸盆找小姐的吧。来画个圈来，哎，好。你还撞墙上你？这什么玩意儿都是？不像话。还说您没有演技啊？我都听不下去。是吧？虽然很开心啊，但我是谁呀？啊？听完很开心，还听不下去啊？没有，不是开心，生气。真的生气？那当然了。哦，战狼五十多亿跟你有没有关系？到底有没有关系？你说呢？那都说没有，那我就没辙了。哎，这嗨，行，你就别走群众路线了。你这本来我想说有了的啊，其实于老师优点很多。你瞧，这也就是你说句实话，对不对？啊，多棒啊！啊，我大爷跟我师父那么多年，嗯，任劳任怨。嗨，我师父说什么都是点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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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。都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师父说您什么父亲是干这个的，母亲是干那个的，爷爷干那个的，奶奶干那个的。哎呀，干哪个的呀？你老那个那个的干哪个的？没法说，没法说，不够播出标准。我们有那么龌龊吗？我不爱听啊，不爱听啊。哦，这于老师怎么了？人家里多棒啊，他父亲啊，于老师的父亲啊，正经，别比划啊，练武术的，身体挺好的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小时候就武术队练，嗯，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被人给囊死了。那是练武术的吗？那个是，谁都怕菜刀啊，对不对？武功再高也怕菜刀嘛，哦，让人给囊死了。哟，那年9岁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等不惋惜呀？不是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我父亲啊，9岁就让人囊死了，啊，那后边就没有我了，怎么回事？你问谁呢？怎么回事？我问你呢，我父亲9岁让人囊死，那肯定后边就没有我们这哥们弟兄。哦，还包袱不成立是吧？你还没弄好就上来了，什么意思？你这就是，哎呀，我没退什么票，19行吗？19可以了吗？不是你打听清楚没有啊？反正，哦，明白了，你大爷，啊，你大爷，怎么了，大爷？有骂街骂自己的吗？大爷，你大爷怎么了？大爷没怎么，大爷，哎，我服了行吗？你要说什么呀？就我夸您。哎呀，我语无伦次。我一点都没听出你要夸我来呀。他们说半天都没有夸您，我想夸夸您呢。那你倒夸呀。这你说你大爷岁数不大，但是你爷爷活的岁数大。你要说又改说我爷爷了。哎，啊，你爷爷活到115岁。哎呦，那可是高寿了。高寿啊。是他爷爷年轻那会儿在村里
哦，农村啊，后来也在村里。这一直就是农村，不是就完了吗？啊、对、啊，一直在农村。嗯啊，有一个记者听说他活100多岁啊，这得问问呢，打听打听啊。哦，就报道一下，采访一下啊。好啊，去采访他了。他爷爷、哦、躺在那儿。哦，大爷，大爷，嗯、啊，挺好的吗？哦，就别答应了啊。啊。挺说话。啊，你吓我一跳！废话，再给你爷爷吓死！不是你，去，不是，废话，你老不说话，躺那使什么相啊？你跟这，怎么了？哦，大爷，听说您岁数挺大了啊、嗯？您今年多大岁数了？嗯，100多了。哦，哎呦，活100多岁了，这呀，太好了！那您平时？锻炼身体吗？嗯，不锻炼，就躺着晒暖儿。晒暖儿就是晒暖儿，晒太阳。嗨，你说晒太阳不就完了吗？晒暖儿、哦，白天晒暖儿，哦，晚上找一个暖儿。我爷爷还天津人，不是，就你别冻着。哦，哎，大爷，那您喜欢吃什么呀？嗯，小米粥。白天小米粥，哦，下午小米粥，晚上小米粥，一天三顿小米粥，每天晒暖，天天小米粥。但你大爷，您的梦想是什么呀？嗯，我想死。哎呀，嗨，我要是天天这么吃，我也想死。20多年了，我想死了20多年了。那是20多年没见过大米，你这玩意儿死不了，我想死。哎，活得太惨了，你。到您这儿好了，我这改馒头了、嗯、不是，现在说了相声了啊，条件也好了，哦，对不对？正经啊，咱就夸夸于老师。你这对了，对不对啊？于老师事业爱情双丰收，反正都不错。事业跟我师父这么多年说相声，在台上嗯摸爬滚打，嗯，也赚了些钱吧。啊，挺好，对不对？是，爱情从小就跟我那大娘嗯就是青梅竹马。哎，对，我们是两小无猜。对对对，一个学校上学。哎，我那大娘名字也特别好听，哦，叫刺激。哎，我媳妇叫刺激，杨刺激，杨刺激，哦，还是个外国妞。哎，这不北京妞，北京妞，那叫杨刺激。哎，姓杨，杨刺激。哦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排花。什么？当时是个排花啊。什么叫排花啊？在你们班最右边那一排，她最漂亮。嗨，那能有几个人跟她比呀？那个，那也挺棒的了。排花啊，五六个呢，那一排啊，有男有女，好家伙，排花、啊、还有男的，当然有男的了。哦，烧饼都在那排里头呢吧？那我不知道啊，排花哦，漂亮啊。后来上了大学了，是是。上了大学以后啊，嗯嗯，就是校花了，啊，那就范围广一点了。对了，后来参加工作，保险公司，啊，显花。显花。对了，显花。保险公司显花。哎，后来去那个税务局，啊。哎，什么？说不出来。哎，想得出来呀、啊。说不出来，哎，啊，他就追自己的那个。女朋友上大学以后啊，也没有追到手。我的朋友说你相声后台去追一个呀？哦，追不到，是吗？你们相声后台啊？嗯，门相声后台，你瞧是什么口？嗯，门相声后台，不是北京腔吗？北京腔也没有这么说，你说普通话。我昌平人，我就昌平人说什么？我这说话不瞒当。怎么着？河南人就是我们、啊、说谎别瞒当乡人，你这他就追他那个女朋友，嗯，哎，小区门口，哦，想进去追、嗯、找人家呀，保安拦着了、嗯、嘛呢，嗯，干什么？那个我找刺激，找去，那是得给我轰出去。我们这是正经小区 啊废话，你给我玩去玩去，不是，我找刺激。你跟他说清楚，我女朋友叫刺激啊，什么？住哪儿？哎嗨，你也要找去是怎么着？不是啊，进去找吧啊！哎，杨刺激门口站着呢，
就别提这名字了。门口站着呢。嗯。他那个杨侧姐喜欢唱。喜欢唱。哎，他姓杨吗？哦。我给您唱一个啊。哦。他女朋友那会儿唱。在城东有一个，那是杨家的庄啊，有一个老员外，他就本姓杨啊，一辈子无有儿，所生下一个女儿啊，这姑娘长得强，婚姻大事没有妥当啊，杨姑娘终朝每日盼想夫郎啊，这一日闲下来无事，站在门旁啊，走过来小鱼前俊俏的郎啊，大眼珠子高鼻梁，闲来没事嚼冰糖，走上前来尊姑娘，这姑娘长得可是真漂亮啊，流氓啊是的，杨姑娘看看四外无有人行啊，低言巧语口尊相公啊，今天晚上咱们两个来相会，要相逢在三更，来趟我家中不中啊，我丈夫不在家，咱们两个离根冷啊，像话吗？还有丈夫，爹妈不在家。对呀、啊，杨姑娘、杨四姐对你有意思，啊，那就好啊。三更天去能不去吗？我得去啊。二更天就去了，早点。一开门，两个人热情的拥抱。嚯！第二天早晨，杨姑娘送您的时候，依依不舍，恋恋不舍。那是。哼哼唧唧，唱出一个小曲来。还又唱什么了？送情郎。哦。怎么唱的？特别好听，我给您学学啊。你唱唱。一步叫你又来呀，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肚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洞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，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难呐、啊，顺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、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、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送到了他。门西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，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凉东西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压着点，送，没压住，好吧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王八驮石碑呀，若问这王八犯了什么罪呀，只因为他说相声桌子挡住了腿。我去，请您欣赏大上寿表演者郭麒麟、阎鹤祥。
果子给我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呦呦呦，哎呦，还气，哎呦，我这也有。这怎么看出是鸡年来了啊？每回演出都送我们鸡啊。嗯，我哥喜欢这个。哦，这个这是你带的也是啊。感谢大伙儿的热情掌声。嗯，今天呢，我们这个相声演出就算正式开始了。哎，好多观众呢对我不太熟悉啊，认识您，我叫郭麒麟啊。旁边这位呢是我的搭档，叫阎鹤祥。嗯，相声说的特别的优秀。您客气，尤其胆识过人。这话怎么讲？名字起的就好。我叫什么呀？鹤祥。对，你看，不，这天这就暖和了，我多恶心啊我。这没有冬天那么牙碜。没有，鹤祥，鹤祥，你看，这不是感叹词啊，就叫鹤祥，阎鹤祥。哎，这是你爸给起的。哎，相声说的特别的好。您捧我。我爸也特别的喜欢他。于谦老师对我非常的这个啊，不是，我没听你刚才那句说什么，我没听见、啊。我不怎么喜欢你了，我现在、哦、没有原因的关系、啊。多新鲜呀！郭德纲先生特别的喜欢他。对。我也特别的喜欢他哦，在一块儿合作时间呢也不短，对，而且我哥说实在的站在台上，嗯，那演出也是大有来头。有什么来头？真的好多观众认识我啊，是因为我父亲郭德纲先生是说相声的。也是因为您减肥了，也是我算是名门之后。哎，将门虎子啊。人家阎鹤祥也算是名门之后。怎么呢？真的，他的祖父郭德纲先生也是一名相声演员。在咱别占这便宜，知道吗？啊，没有啊，我们家没有说相声的啊。哦，都不是干这个。对，都是正经人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家也都是正经人。嗯，就说您啊，优秀啊。啊，您说优秀，非常的不错。嗯，我从我哥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。哟，真的，我哥这人就好啊。啊，他比我大，多新鲜，不大能叫我哥吗？哦，比我大15岁。大的不算多。哥，你是今年多大岁数？今年36啊。36，好光景。36怎么还有欢呼的？这怎么还是有观众不相信？这有什么不相信的？36啊，36好啊，长得是年轻一点、啊、对不对？老话怎么说的？我多余说这句，我跟你说、啊、多新鲜。老话怎么讲的？嗯，36阎王不叫自己去，对吗？你像话吧？啊，36阎王不叫自己去。对对，43阎王不叫他自己去的，知道吗？我爸爸43，你知道吗？行，别瞎说、啊。嗯，36，36666，有这么一句是不是？这是一农药，这是你知道吗？就是夸你说你好啊，好岁数。嗯，36岁，哟，那你今年本命年啊？本命属鸡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本命年，挺好，挺好，嗯、这样也不错。嗯，照这样发展吧。嗯，1981年生人。对，1981年几月？9月。9月。嗯，什么星座？处女座。哎呦，你看。这么说，她是一名处女鸡，你看见没有？那么这也就你们家这条件消费得起，知道吗？啊，什么吧？什么叫处女鸡呀、啊？多难听啊！说流行吗？笑，我有的钱，我买个房子好不好啊？流行，这有跟钱有什么关系？没听说过啊！啊，处女座属鸡的，属鸡。什么叫处女鸡呀、啊？好好，就、嗯、就是夸耀您啊！没这么夸人的啊！既是完美主义者啊，哎，又非常的富有挑战性。哎，这倒是，对不对？特别的希望能够上进。对，有上进心，有上进心。回头我给您写块匾，写的是“上进天良”，好吧？这个，你先告诉我，进天良是谁啊？进天。什么玩意儿我也不认识，还是那处女鸡是怎么着？这是没听说。什么叫上尽天良啊？成语啊，成语词典你没看过？成语我那叫丧尽天啊。我招你惹你了吧？到底什么？没，就有上进心就完了。有上进心，嗯，对不对？哎，好好努力，得嘞，好好发展，嗯，一定能红。哎，但是我哥说实在，人家向来淡泊名利。谁呀、啊？你？你又要扣我钱是怎么着？这没有没有没有。向来对什么这是出名，他们家一条工资就说这话，我跟你说，知道吗？
出名先安抚一下、啊、又要降薪这是啊，出名啊、嗯、赚钱啊，不往心里去。我呀，对、啊、从不往心里去。哎，没事喜欢放空自己。放空上厕所呀、啊、我知道。放空自己，那不那你得满满当当的。他这人吧喜欢出去旅游。哦、啊、您说这就采风旅游。哎，知道吗、啊、自驾游啊。哎，开车出去自驾游。不不不、啊、不是不是开车、嗯、就是我骑着你驾驾驾自驾游。这个什么玩意儿啊，没听说你骑着我干嘛。没有没有，他自己开车。嗯，人有人有好车啊。嗯，家里那豪车堆满了啊。有好车，这家里太趁钱了。嗯，按理说这么趁钱不应该说相声，但人家就说。那你们家这么趁钱还干这个呢？不不不，我们家钱不是说相声骗来的吗？哎，对，你们家钱都不是好来的。你们家钱也不是。嗯，这个他们家跑车啊，一大堆。跑车一大堆。跑车你什么耳朵、哦、跑车一大堆。跑车一大堆。哎呀，就你们天津人怎么想是吧？你知道吗？北京一人就一辆车现在。哦，是吧、哦、我们天津也得摇号、哦哦、开跑车。嗯，开。我真的啊，我不认识他，没机会坐这车啊、嗯、家里买不起这么好的车。嗯，对不对？他爸爸开着车。嗯，我坐副驾驶。哎呀、哦、一分钱一分货。对，真的。因为什么呀？他毕竟这价钱摆在那儿了。哦，五六百万的车差不多。这法拉利出来一看就知道是好车。嗯，真的。尤其法拉利生产的这种 SUV 啊，它是为了在这种道路上它开。哎，你先等一会儿。行，进西藏去西。行行，别去西藏了，好嘛，连河南都到不了。嗯，您这个身份不应该不懂车呀。怎么，法拉利什么时候出过？哦，这也难怪，他跟他爸看什么车都像 SUV， 你知道吗？这我能不知道那是跑车吗？我那怎么 SUV 了呢？你想，咱们这路面不平啊，对吧？你过个减速带，钢灯托底了，谁救你去？哦，这倒是。所以说他们家改装车，改装法拉利啊，改装法拉利，败家子。哎，把这底盘啊调高了。哦，哎，弄了一个七米的悬挂，好嘛。七米，这过天桥不得磕死吗？这个过天桥你跳下来。行行行行行，你跳下来推着走。我是跳楼啊，这是啊。怎么样？没有改装的，反正就有好车吧。哎，高一点就完了，知道吗？天天没事开着好车、啊、哪儿都去。嗯，知道吗？嗯，就喜欢出去玩去。哎，哈，什么哪儿没去过？欧洲、哦、哎呦，南美。哦，非洲。我开车去南美，我没掉海里啊。我你到那儿租一人家车呀。哦，您说租车自驾，对不对？非洲、哦，就爱去非洲。哦，上非洲。嗯嗯，非洲当然自己不太敢去。嗯，知道吗？因为得有朋友嘛。对，他也不是说去那个大城市。嗯啊，什么开普敦呀、啊、开罗，就是不去这个。嗯，不去这个，他去都是那个小部落。哦，小部落。嗯，就是非洲的农家乐呀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不是，我去的非洲，我去的霸州啊，我这非什么农家乐呀？非洲啊，非洲，非洲也有农家乐。对对对，非洲，人那儿开发旅游也是啊，一个挨一个村落去玩，哎，特别的过瘾。是，当然不是他自己去的，嗯，带来了两个朋友。哪两位？一个叫岳云鹏啊，就是我们这儿一个演员。嚯，小岳，小岳岳，嗯，还有于谦老师。嚯，这俩都是大腕儿啊。大腕儿，呵，你现在你也大腕儿了。我不行，大腕儿，你是大腕儿，你现在你行。你说是大狗那是？知道吧？带着他一块儿去，嗯，玩去吧、哎，到这个非洲了，农家乐，对对对，嗯、非洲农家乐、嗯，一个部落挨一部落去，啊、嗯，走着走着，坏了，怎么了？突然间，嗯，误闯了一个十人部落，哦，就这部落里有十个人，嗯，你这脑子活该让人弄死，十人部落，吃人，吃人啊，食人族。非洲还有这个呢，多新鲜！就那儿有啊。哦，到那儿误闯了一个食人部落，那肯定吃我了，那就。对呀、啊，那俩都不是人的，我这。人家肉质非常的细腻。哦，搁嫩肉粉了，这是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人家酋长一看，哟呵，嗯，好，这你听来这么仨人，行了，今天晚上就拿他们混土豆吧，是吧？这酋长这口风像你爸呢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我爸上那儿报仇去了吗？不是，哦、是吧？来吧，嗯，刚说要把你们仨都炖了，烩土豆啊，人家大祭司出来了，还一大祭司，有一大祭司哦，大祭司不行，酋长大儿子这就是，哎，啊、不行，不能吃，对，今天我大婚，这不吉利啊，嗯，不能吃，嗯，现在正赶上咱们这个一年一度的祭祀的这么一个节日，哦，他们那还过节，哎，这段时间不能吃，嗯，你说过了这五天，他们再臭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，对，对不对？我们几个没那么快 啊，你不是你们都臭嘎着窝呀，啊，这怎么办呀？他什么都跟你说，你琢磨琢磨吧。嗯，人家酋长一想，得了，嗯，那就大发慈悲，嗯，不吃他们仨了，你就放了吧。
不能放。嗯，死罪已免，活罪难逃。什么意思？酋长一指，山后头啊，有三个山洞。哦，山洞里供奉着我们的神灵。什么神灵啊？猩猩。对。哦，非洲人把猩猩当神灵。哎，人家这个部落就是哦，拿这个当做自己的神明。哦，大图腾，知道吧？嗯、活图腾后边有三个山洞。嗯，三个山洞里各有一只猩猩。哦，三只猩猩。你们三个人，一人进一个山洞。嗯，听着，什么时候抱出小猩猩来，什么时候放你们回家。这还不如把我会土豆呢，这个。你看，缺德不缺德呀、啊？这个拿你们仨人上供了，这太残忍了，这个。那没辙呀，啊，那没辙，去吧。这为了活命啊。这他们都不跟媳妇商量一下的，都。不，得亏我没结婚，我跟你说哈。一个一个都进去了，啊，把山洞外边有大石头，嗯，堵死了，对，不让参观吧。等着吧，嗯，一年之后，嚯，一年之后，嗯，于谦老师那个山洞开开了。把石头搬开了，哎，我师父出来了，哦，哎，旁边是这母猩猩搀着我师父，哟，还挺亲切哦，哎，这是我师娘啊，冯文，哦，这牵手成，哎，这师娘，牵手成功了，这是啊、哎哦，这得送我一个开普敦七日游，这得啊，搀着出来，哎，我师父怀里抱着一个小猩猩，一年就生出一个了，怎么样？你看看，抱一小猩猩，哦，小猩猩非常可爱啊，啊，哎，这边抽着烟，这边喝着酒，是烫头啊，嗨。于老师这遗传基因在猩猩那儿也这么稳定啊，多谢谢，出来还会唱歌呢、哦、唱的是我要从南走到北，哎呀，这也是幼儿早教也是、啊、嗯，说着嗯，酋长高兴啊，酋长还高兴呢，嘿，太好了 啊你说这么神奇啊、嗯、行了回国吧，回国吧，这还有脸回国呢，这于老师悄不悄的，这回来给上户口吗？悄不悄的，猩猩就留那儿了。哦，猩猩留那儿，猩猩就留那儿，母子分离了就。哎，对，父子分离。嗯，把那于老师送回来了。于老师回来，过了三年啊，岳云鹏那山洞开开了。啊，这耽误多少挣钱的机会是吧？岳云鹏也出来了。哎呦，旁边我们那嫂子搀着的。哦，是吧？也出来了。岳云鹏抱了俩小猩猩。对。哦。二胎都出来了，你还响应政策吗？你看看三年、哎、还让媳妇歇一年，这还好。对对对，那年坐月子，哦，抱着俩就出来、俩星星都特别可爱、嗯、一出来，嗯，哎呦，这肯定是岳云鹏的种儿，这个、啊一出，酋长看着更高兴了、哎、超额完成任务，来坐飞机回国去吧，参观的这样、啊、给酋长气坏了啊，怎么回事？嗯、看看去吧，哎，他别再把猩猩吃了吧，他、啊、嗯，到那儿搬个石头进去一看啊、嗯、没给酋长气死，怎么呢？偌大的一个山洞啊，嗯，猩猩在这个角，阎鹤祥在这个角，嗯，这俩看起来刚刚搏斗过，怎么能看出搏斗过？刚那你脸上全一青块白一块啊，哦，肿呢，往那一坐，哦，酋长气坏了，嗯，冲过来冲着阎鹤祥抡圆了，啪来一大嘴巴，啊，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，你看看人家云鹏，你看看人于谦，人用了一年，用了三年，抱出仨猩猩来，你八年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对呀、啊，给阎鹤祥气坏了啊！废话，我那猩猩是公的，去！下回把咱俩关山洞里，你看我生得出来，生不出来，我跟你说。哎，我哥就是好玩啊、就是、哎，对，我就这样，我就是好玩，死不死啊你？这都是意识，风流意识，这是风流意识啊，风流意识。你们家人长不了个儿了，我跟你说。啊，不用，要、能天天说你，我情愿不长个儿。哎，对吧？我哥就是有这个爱好，嗯，真的，说相声的相声演员一定得有爱好，对，出去遍览河山，嗯，采风，哦，这样才能看见一些个新奇好玩的东西，回来在舞台上说。对，就别去非洲就行。嗯他也是偶尔，嗯，我们哥俩就是，嗯，认真的，台上在一块合作搭档，开多大的玩笑不往心里去，对，真的、嗯、内心里是希望对方好的，对对，感情是真的，嗯，我希望我哥今天跟我说完相声出去拿一大卡车压死吗？希望希望，您这是盼着我好吗？大卡车能进六环吗？现在告诉我，你奔外溜的呀？那油也是你给叫进来的，我告诉你。不是，就你就是希望你好嘛。
啊，您是您说点好的呀，对不对？嗯，而且我们不是说就我们哥俩好，嗯，两个家庭都特别好，是啊，真的有个词儿嘛，叫通家、嗯、通家之好。你可说清楚了，咱是通家之好还是那什么通啊？别说了，别说了啊。通家之好，哦，其实挺快乐的。对，不快乐，哦，啊，总上他们家玩去。嗯，打小是总去。嗯，长大以后也是工作太忙啊，嗯。但是你说逢年过节的必须上人家去。对，有空也得去。是，他们家我跟你说，熟悉北京地理的都知道啊。嗯，就住在咱们这个二环以里。对，有个地名叫陕西巷，是吧？哎，一开始住在那个石头胡同，后来搬到陕西巷。你们家才住八大胡同呢，才。怎么了？像话吗？八大胡同怎么了？你说清楚了 啊！八大胡同，我们家是住那儿，我们家解放以后才搬到那儿住的。我严正声明啊，八大胡同是过去旧社会北京有名的红灯区、风化场所。哎，人家严永祥，人家是解放以后才搬到那儿住的。哎，解放以前呢，在那儿上班。没有啊？那解放以前没有我呢，知道吗？啊，不是你工作，这那受不了啊。哦，没有啊，是吧？解放以前不在那儿，解放以后才在那儿。嗯，陕西巷，嗯，就住在那儿。哦，有一个小院，哎，其实挺好。嗯，那回嘛，我也是上那边演出去。是演出去了啊？是演出，是演出。那边有个湖广会馆，嗯，演完出呢，顺那儿溜溜达达，一看哟，到陕西巷了啊！我一琢磨，我哥严鹤祥的住这儿啊，嗯，对不对啊？那不行啊，老话怎么讲啊？嗯，我不能骂门而过呀。那你卷着过去，你匍匐着过去，扔手榴弹过去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叫什么叫骂门而过呀？老话怎么说？慢门而过，慢门而过。哎，我得进去拜访一下。哦，串个门。哎，站在门口敲门吧。嗯，当当当，没一会儿，门分左右。嗯，嫂子出来给我开门了。哦，我媳妇儿。嫂子特别激动啊，模仿一下。你看看，一溜小跑出来。嗯，兄弟来了，嘿，哪儿了？您等会儿，这还有人拿箭射我媳妇儿是怎么着的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干嘛这躲这个出来了？好，我媳妇成基诺里维斯了，你不是没？你没有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你是怎么这干嘛呢？这是不是嫂子呀？着急给我开门。啊，高跟鞋呢？穿了一只，没穿一只。把那只也脱了吧。都脱了。在家穿什么高跟鞋呀？啊，出来，夸一推门，嗯，一看是我，嗯，嫂子是特别的开心，高兴啊，那可不嘛，老嫂比我小叔子是人嘛，这是老话，我就跟他儿子似的。哦啊，嫂子往门旁一站，嗯。Yeah. 大坏蛋，人家要用小拳拳捶你胸口，跟我是一回没这样过。我跟你说，我说，大岭啊，我叫大林嘛，郭麒麟，大林，嗯，大岭，嗯，你可有日子没上我们这儿玩来了？这话听着别扭啊。你怎么不来呀？你怎么不来呀？你说嘛。嫂子这么跟我说话，我能这样吗？你不能这样啊！老嫂子比母小叔子时，我应当尊敬。对呀，妈。你先把你的腰间盘突出治治，知道吗？谁突出？你这是尊敬吗？你这是？就是发自内心。干嘛呀？你们俩要变身的是怎么着？没有聊天嘛，嗯，聊天嘛。我说嫂子，嗯，严永祥在家吗？哦，问我。哼，你多会挑日子呀。他不是让你安排去那个越南商演去了吗？哎，你叫我去这地方啊？嗯，估计这辈子是回不来了。对，我踩地雷上了。来吧来吧来吧，快进来快进来。嗯，拽着我的手就进了屋。嗯，一进屋得问啊。哦，我说老娘在哪儿呢？这问谁呀？就是您母亲。哦，我妈。她妈是我的干妈。嗯，我一直叫老娘。哦，我说老娘在哪儿呢？嗯，嗨，老娘上房了。哎，拿棍儿给捅下来，赶紧啊！你捅你妈的！什么叫上房了呀？在上房屋呢。你把那屋字带出来。嗯，对对对。嗯啊，老娘在上房屋呢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快看看去吧。什么叫屋呢？不是在上房屋呢。哪个屋？您说清楚了。奔那儿去吧。嗯，到了上房屋，一推门，嗯，老太太背对着大门，哦，挨那儿正弹钢琴呢。哦，我妈会弹钢琴。哎，老音乐家。对，知道吗？这会儿弹的就是那个。贝多芬的那个命运交响曲。哦，世界名曲。多好啊。哦，往那一坐啊。嗯，
屏息静气啊。嗯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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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，这我们家谁过去了？别揍了，就行了。什么弹着哀乐了？这老太太不跟着正练习呢吗？别练这曲子呀，就弹着玩吧。这是贝多芬写的吗？就弹着玩吧。嗯，我赶紧过去了，我赶紧就叫你母亲啊。就你母亲弹琴这功夫啊，嗯，哎，我就瞧着啊，哦，就瞧见在你母亲这个脑袋上啊，嗯，别了一朵小红花儿，小红花、哎、我心说你说这也不年不节的，怎么别朵小红花儿、啊、不是，您是哪天去的呀？上礼拜五。上礼拜五，哦，那就不新鲜了。怎么上礼拜五是我妈的好日子？你妈结婚？你妈才改嫁呢。你妈好日子吗？我净说着犯错误的话，我就说什么什么叫你我妈结婚啊？你不是你妈的好日子吗？好日子就结婚啊？什么呀？我妈那天过生日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你说我还当人干儿子呢，啊，我把这事儿都忘了。对呀，你妈的生日。哎呦你，我也没带个礼物，我空着手就去了。你妈的生日，你说太粗心大意。你妈的生日，你妈的生日。没完，你没完了。像骂街子怎么样？不是，就是我干娘的生日。你说我母亲过生日就完了。哎呦，这我没带个礼物啊。嗯，怎么办呀？啊，赶紧跟老太太赔礼道歉。哎，今年我把这茬忘了。嗯，您放心啊，打今儿起每年我都来。哦，明年的今天就是您的周年。哎，没听说过。我到那个时候，那还是哀乐那个啊，就是您的寿诞之日。寿诞之日。寿日。今年我没带东西啊，得了。我给您磕个寿头吧。哎，这个在理。哎，说完这话、啊、跪在地上给老太太磕了几个寿头。怎么磕的？咕叽咕叽咕叽。您这下了三个蛋呢，您这这什么动静啊？老太太这个嗓子不舒服啊，这个痰呀、啊、吐在地上了、哦、我这一磕呀，整磕的老太太哎呀痰上，您这玩意太恶心了。这主要是找不着没有痰的地儿了啊，一进屋就一进屋就眩晕乎乎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整个一湿地，我跟你说。哎，对对对，估计哎呀，粘着了，粘着了，赶紧拿剪子剪啊！剪开了，我妈整个一生化人，我跟你说，我妈真就是给老太太磕头嘛。啊，磕完了头，站起身来，嗯，还没来得及聊天呢，啊，就听门口有人叫门，啊，还有又有人来了，我赶紧出去看看吧。啊，到了门口，把这门打开了，啊，认出来了，谁呀？你那三个姐姐回来了。我们家也没计划生育啊，没的那哦，还有仨姐姐，是啊，啊，三个姐姐，嗯，想当初嫁人都嫁得特别的远，都嫁哪儿去了？你像大姑奶奶，嗯，嫁到了阿富汗，哦、二姑奶奶嫁到巴基斯坦，三姑奶奶嫁到了叙利亚，好嘛，我们净支援第三世界了，对对对。啊，这回呢也是不容易啊，好不容易赶上老母亲过生日，哎，一块儿都回来，好嘛。当然他们不是空着手回来的，哎，都拿着寿礼了，拿什么了？大姑奶奶呢？拎了两只羊，好。二姑奶奶呢、嗯、拿了两只鹅，嗯。三姑奶奶拿了两只鸭子，你看看啊，我赶紧过去啊。这边搂着大姑奶奶，这边搂着二姑奶奶，裤裆底下夹着三姑奶奶。你给我下来，你给我下来，哎，嗨、哎，下来。什么叫夹着姑奶奶呀、啊？夹着姑奶奶那个寿礼。好，您把说清楚了。赶紧吧，啊，把这些东西都拿进来，放在屋里头码好了。嗯。又听外边有汽车的声音，啊，又来人了。这谁呀、啊？啊，来到门口，打开门一瞧，嗯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哪位？来了一辆豪华的超跑 ，SUV 啊？超跑？不、啊，正经跑车。哎呀，三开门，那是跑车。嗯，三开门，嗯、中间的上人，两边的下人，公共汽车呀、啊。哎这个这么个三开门是吧？这是不是三开门？没有，还六个天窗的那车。那不行，没听说啊，没有啊。三开门跑车、啊，这辆跑车过去之后，哎哎，这辆大公公过去之后，后边来了一辆超跑。哎呦嚯！哎，超跑刀门啊！哦，哗，这门一打开，哦，打里头出了一个妙龄女郎。好，你像金角大王，您出来不是金角大王，这一葫芦这是啊，没有没有没有啊，出了一个大美女，大美女特别的好看，嗯啊，往那一站，呵，你看看呢，细眉毛，大眼睛，尖下颏，啊、嗯，下巴颏尖的一低头能给自己扎死，你知道吧？这当特工方便啊，就长得太漂亮了啊，穿的那个衣服也好看，是啊，哎，穿了一身那个中式的旗袍。哦，这个显身材，中式的旗袍啊，哎，手里拿了一把小扇子，嗯，刚一下车呢，可能觉得有一些热，哦，哎，就凉快凉快，嗯，哎呀，你说说，哎，
穿旗袍能这么扇吗？这个？对对对，不好、啊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后边也不行啊，没听说过，好、啊，全照顾你们家这个头了，我跟你说。没有这个，不能这么扇着。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热嘛，啊热、哎、啊，下来跟这儿凉快。嗯，哎呀，看这意思啊，好像是要奔你们家来。哦，串门的。可是我不记得呀。嗨，我赶紧，我谁呀这是？我都看出来了，啊，这是我老妹妹呀。哎呦，这是老妹妹。我妹妹呀。你说这家伙这么多年了没认出来？哎，长大长这么漂亮了，好看了。小时候总在一块玩嘛。嗯，那会儿街坊四邻都知道。他外号是二兔子吗？什么名字呀？您现在这样，我爸什么文化呀？不叫二兔子。二兔子，嗯，您现在都这样，我还、哎、我还不知道呢。女大十八变，我还过去问呢。嗯，我说您好，您是要往严家来吗？嗯啊，您是哪一宅的小姐呀？嗯嗯，老妹妹一听这话也乐了。嗯，哎呦，你怎么了？嗯，我是姚宅的小姐呀。别嚷嚷啊！哎，什么叫姚宅的小姐啊？那就是小姐，知道吗？不是不是，你妹夫不是姓姚吗？那就别叫姚宅的小姐了，不是多难听啊！这你怎么把我都忘了呀？啊，讨厌！又来了，大坏蛋！然后呢？小小姐，捶你胸口。啊，你别捶他就行了啊！对，这是硅胶爆了。嗯，我就说得了，那就这样吧。嗯，这样吧，来，老妹妹进来。啊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嗯，我还带着寿礼来了。带什么了？把这前备箱打开了。嗯，拎出了两只野鸡。哦，这是野味。你这东西值钱啊！啊，我说行，来吧，来吧，啊，野鸡进来吧，快点。这分开说，知道吗？啊，我妹妹和野鸡进来啊。嗯，行行行，一样吧。拎着野鸡也进来了。嗯、好，好家伙，这姐儿四个今天重逢在这儿，嗯，能不开心吗？是啊，能不高兴吗？啊，当时是哭成一团。哎呦，哭得差不多了。嗯、啊，你大姐姐出了一主意。说什么呀？我说几位妹妹也都在，啊、是吧？今天呢，咱们老娘过生日。嗯，咱们每个人啊，我建议。咱们每个人做这么一首诗哦，献给老人家。你看看，希望他生日快乐。这主意好，健康长寿啊，好不好？嗯，我出的主意，我先说。您先说。哎，以自己的寿礼为题。嗯，我是今天上寿两只羊。好，炕上坐着有寿的娘。嘿，一会儿吃了长寿面。嗯，愿我娘富贵绵长。富贵绵长，好词儿。再看老太太高兴啊，嗯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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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我妈是兔爷是怎么着的？兔爷干什么呀？别卖萌了就。高兴啊啊！他说完了，二姑奶奶也过来了。嗯，今天上寿两只鹅。啊，炕上坐着有寿的婆。嘿，一会儿吃了长寿面，嗯，愿我娘福寿三多，福寿三多。你看看，老太太听完高兴啊啊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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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。我妈还真稳定，也来一下。嗯，三姑奶也上来了。嗯，今天上寿两只鸭。哦，炕上坐着有寿的妈。嗯，一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娘老把财发，老把财发。哦，再看老太太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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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你这个遗传基因也很稳定。哎，我跟你学的。都说完了，老妹妹也上来了。哦，我也说两句吧。来吧，今天上寿两只鸡。嗯，炕上坐着大傻。哎。我踢死你！我炕上坐着老说清楚了，炕坐着应该说什么呀？炕上坐的是有寿的。哎，炕上坐着有寿的、嗯，一会儿吃了长寿面，愿我娘老得拉稀，老得拉稀啊！老太太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拉别来了就。模仿吗？我妈拿着大顶呢，这是模仿吗？没听说过。都说完了，嗯、其乐融融。嗯，这会儿你那个小儿子也过来了。哦，我那小子有一个小可爱。嗯，这会儿出来也玩。哦，我一看他儿子，我也高兴了。嗯，嘿，多好玩啊，小宝贝儿。嗯，今天谁过生日啊？对呀、啊，老不死啊！你别瞎说。对，怎么？这不是你奶奶吗？就是。怎么老不死？啊。谁教过你的？谁教这的？妈妈，婆媳关系不好啊。这你媳妇儿跟人不好，你别带着孩子呀。这什么都教着呀。别瞎说啊！啊，那今天来这四个女的是谁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四个妖精啊！这谁教你的？嗯，妈妈，我媳妇儿多厉害、啊。那你妈妈是什么呀？哦、狐狸精啊！这谁教你的？嗯，奶奶。谁也别说谁，知道吗？我说行了行了得啊，我告诉你这仨词儿今天一个也不许说。嗯，你说出来大伙儿打起来就因为你知道吗？嗯，得了得了啊，来
你喝点饮料吧，旁边有那个番茄汁儿，嗯，倒了一杯，哎，喝这个吧。他一接这个，嗯，叔叔你流血了。流血干嘛呀？这个番茄，哦，什么叫番茄？果汁儿就是嘛。西红柿，明白吗？嗯，明白了。嗯。告诉你啊，今天老老实实待着，嗯，别瞎闹。嗯，我一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嗯，哎，你母亲跟你这四个姐妹跟那正聊着呢，嗯，我赶紧冲你媳妇儿使眼色，你媳妇儿明白了，嗨嗨嗨嗨嗨嗨，干嘛呢？你给你使眼色，我媳妇儿解着扣出去了是吗？没有啊，干嘛去啊？我这叫你媳妇儿跟我一块儿做饭去。做饭你大点事儿啊，干嘛挤眉弄眼的呀？怎么大点事儿啊？啊，当着你这几位姐姐，我说了，我说走啊嫂子，咱们做饭去。嗯，那几个姑奶奶能不去吗？哦，他们一去了，您母亲谁陪呀？哦，怕人帮忙。对呀、哦，所以我悄没悄了。嗯，你媳妇儿也过来了，感觉要出事儿了。我们俩人呢就进了卧室了。哎，出来，到了卧室、哎，不做饭吗？怎么上卧室啊？你看看。你们家这个房屋构造 啊，校区这个厨房啊得路过卧室，这什么户型啊？这是你告诉我，哦，去厨房经过卧室，得经过卧室、哦、啊，穿过这卧室到了厨房啊、嗯，我回个身，赶紧把门关上，那边冰箱插销拔了，堵在门口，哎，擀面棍什么的都挪到底下，那边把水缸搬过来也都堵好了。不是你干嘛？你们俩是储藏大白菜是怎么着啊？你想说什么？这怎么都封上了干嘛呀？你看那天你们家这抽油烟机坏了，哦，我怕这油烟一出来呀给老太太熏着。那你们俩就不怕熏着啊？我们可以人工呼吸啊。没听说、嗯、不是，我们可以受点委屈。您说清楚了。哎啊，那走，琢磨琢磨吧。嗯，老太太过生日要吃什么呀？得吃长寿面。有这讲究。有讲究，那一根面呀、啊。为什么？面条越长，越说明老太太福寿越长。哎，寿命越长。你看看，我高兴啊。您怎么着？给我干妈做了一碗炒疙瘩，来。行行，你恨我妈不死是怎么着的？随便，都剁碎了都。不是，希望她这疙疙瘩瘩的。没有没有，就这长寿面。长寿面。哦、炒疙瘩啊，来吧，长寿面。嗯，弄好了啊。抻好了面条，煮得了面，我们琢磨琢磨、嗯、这弄一什么卤啊？哎，得打卤。老太太吃什么卤啊？嗯，来一碗这个猪肉卤。猪肉卤好、啊、不行，它上火。那要羊肉卤？羊肉卤忒膻气。牛肉卤？牛肉卤塞牙。那来什么卤啊？给你妈来俩油葫芦。对，给你妈来俩蝈蝈、啊、给你妈弄四个蛆。什么叫油葫芦啊？油和的素卤、啊、您说清楚了。打了这么一碗素卤啊，浇在上面。嗯，哎，这会儿我跟你媳妇在厨房里正坐着呢，做饭呢。正坐着，清楚了啊，正坐着。嘿嘿嘿，你们家搞语言的不要这么精炼知道吗、啊、做饭呢。对，我们正坐着饭呢。嗯，就听外边有打闹的声音。哟，一听这声音就知道是你儿子在外边哭呢、啊、怎么呢？啪，这你儿子这事这怎么办？这不狗叫吗？这个赶紧出去瞧去吧！啊，把水缸挪开了，哎，擀面棍蹬出来，好嘛，冰箱挪开了，要亲命。这边把门打开了，嗯，出了卧室，到了客厅一看，嗯，才明白，因为什么呀？哎呦，你儿子这个、啊、太淘气了，呀，人来疯，哦，一看家里来了这么些人，嗯，他兴奋了，哦，他在屋里啊。搂着这个胆瓶跳舞，哎呦，你琢磨那玩意儿能跳吗？嗯，三下两下没站稳，啪嚓，胆瓶摔在地上，摔碎了。你看看，按理说这瓶子不值什么钱，嗯，可这瓶子里头放了一杆烟袋，这烟袋怎么值钱啊？烟袋太好了，嗯，白铜的锅，乌木的杆，翡翠的嘴儿，哎呦，这个东西非比寻常、啊，这是想当年你母亲出嫁的时候，哎。你姥姥和姥爷给他的陪嫁，这老物件儿。当时你母亲上了花轿啊，你姥爷说了，以后啊要是想我们了，你就看看这杆烟袋。你看看，您琢磨琢磨啊，这东西到现在多少年了？多少年了？三四年了。三四年，没听说过。这么长时间，我都三十多了，知道吗？啊，三四十年了。三四十年了。哎，对这个东西那个意义那是非比寻常。嗯，你想想，想当年啊，这个文革的时候，红卫兵到你们家抄家，哎呦嚯，把你们家这烟袋拿出来了。嗯，这边拽着你爸。嗯，这边拽着这烟袋，嗯，人就问你母亲、啊、你是要这个还是要这个。哦，当时你妈眼泪都下来了，嗯，拿手一指你爸爸，还是两口子，把他带走吧。 啊，不要了。走的第二年的你大姐就出生了。你说这、哎、不对、啊、这个哎不对不对、哎、走第二年的大姐出生了，烟袋
啊，去你的吧，又放回来了，又放回来了啊！你想想，这多少年年头了，是这东西它非常的重要啊。这会儿你儿子给摔碎了，哎呀，好，当时啊，给你母亲气坏了，嗯，这不行啊，哎呦，哎，跟你儿子在屋里就开始追，嗯，你儿子头里跑啊，你母亲后边追，哦，唰唰唰一圈一圈追，嗯，但是你母亲啊，毕竟岁数大了，是体格不行了，哦，追不上啊，嗯，有力使力，哎呦，无力使智，嗯，你母亲往墙角后边一躲，你儿子还一圈一圈跑呢，嗯，你母亲一伸脚，你儿子啪飞出去了。哎，对，我妈英文名叫汤姆，是吗？你母亲赶紧过来，这边拽起你儿子，拽起来啊！你说你这小子啊，你得多淘气呀！我告诉你，他们疼你，我不疼你。对，我今儿非教育教育你，就是，要不然你以后出去净给我们惹祸了。哎，我今儿非抽死你不可。真打呀！哎呦，我妈下不去手。哎，你就是欺负人。对，欺负我心疼你。我，这孙子这是。啪！哎，行了，可以了，就是，哎，行了，别来，别行，好，别来了就，我妈 KO， 我别 KO 了我，啊，我妈还会发波呢是吧？你也就这一个孩子，哎，对，我儿子没多少血，我跟你说，俩孩子这会儿都 double kill 了，你看，受不了，哎，受不了了。跟那儿一打啊，你琢磨琢磨啊，你媳妇能干吗？我媳妇得爆豆的。对呀，啊，当时你媳妇也生气了，啊，当时把大就开了，哎呦，冲上前去，啊，跟你母亲是咬作一团。好嘛，搁往常你母亲怎么着也打不过你媳妇。对，这会儿你那四个姐妹可在呢。是啊，这四个人也上去了。哎呦，大伙儿打作一团，啊，打得满脸是血呀，啊嗯。你儿子旁边都看傻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坏了，怎么出了事儿了？老不死的只为四个妖精把狐狸精打成西红柿了。乱七八糟的。